其实我觉得这个方面大家就是都可以放心了。其实大家都有看到，就是Domo在做很多的一些极限运动，都已经很安全了。那我想在这部分的话，绝对是非常安全。就是请各位不用就是太担太多的心，这样。很多事情就是说你完全就是放自然就好，对，不要想太多。造成自己的压力，其实也会造成对方的不舒服。我觉得。对。